阿飞每一天都是在咬咬咬的过程中断，天天咬。我的拖鞋香不香？看看，看看，看看。哎呀，把头钻进去，头钻进去。我已经把我的拖鞋从棉拖鞋换成凉拖鞋了，他依然很感兴趣，每天都要摇摇摇。对，钻进去，钻进去，头钻到里面。Oh no！咬你的磨牙棒，对，咬磨牙棒呗，给你买了个磨牙棒，对，你咬这个磨牙棒，你让我的拖鞋再寿命再长一点。小狗怎么这么需要磨牙呢？每天都在咬咬咬。